这五一假期都快过完了，也没带着孩子们出去玩过。这我仅仅为了弥补他们，准备带着他们去感受一下逮小龙虾的快乐。明儿个也好做个麻辣小龙虾。是的。啊，快走吧，我可能准备好了。走。俺妹妹睡着了。依依睡着了。啊。我瞅瞅。睡的就是怪香啊，妮儿，要么你搁家看上他吧，恁妈能跟俺仨一块去。好的。啊，有啥事喊恁爷，恁爷都搁楼上住住的啊。走吧。哥，你过去了，你给我炸多点龙虾，明儿好炒炒吃。好。放心吧，肯定多开着啊。嗯。你就住恁妹妹旁边吧。嗯。有啥动静你看好她啊。你害怕不？不害怕。那俺去了啊。嗯。走。哎，哪有这黄豆？哪有黄豆？走。开着三轮吧，中不？嗯。那你收拾一下吧，我上去给咱大说一下。好，我再拿个盆去。嗯。这树枝都长过来了，过两天搁这肯定凉快。大。啊。那个我领着孩儿们去逮会儿龙虾，你招呼一下依依跟瑶瑶他俩啊。中啊，这黑了，你干嘛去啊？没事，俺就上东边河沟里啊。中啊。俺走了啊。那走吧，东西都准备齐了不？准备齐了。上车吧。骑了十几分钟的电车，俺们也是到这个小溪旁边了。这都是熟悉区域，安全操作。人子他俩已经迫不及待的下去了，找我脚底下啊。啊。对啥？嗯。这还有个，你快看，钳子多大呢？是这个不小的很。咦。咦，这是第一个。其实农村就是快乐如此简单。是的。开鱼摸虾来，孩儿来，放空了来。这个我开了啊。哪儿的？这。嘿。咦，手抻着吗？抻着了吗？抻着了，抻着。咦，这个也不小。嗯。放松的吧。这下边可多啊，看见了吗？咱就沿着这小溪都中。嗯。小事动静，这还有个啊。嗯。上来吧。上来了吗？这都是青颜色的。开始。放桶里吧。你这个大。快。跑了吗？应该没有跑过这个。应该不会跑，拔了拔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是红颜色的哈，嗯，这晚上的龙虾还是比较好开的，来吧，又收获一个，这个也大，嗯，是，嗯，抓住了吧，抓住了吗？嗯，放桶里吧。再给个，这个人插入夹入啊，这个大，嗯，你看，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咱跑都跑不了，就这池水，嘿嘿，哎，放着吧，进来了。上货，嘿嘿，进去吧。开了一个小时，这收获不算多呀。今个天冷，它出来的少。明儿我再去买点给你做一顿，好不好？好。它瞌睡了。瞌睡了。走，那回家。嗯。哎，三轮嘞？三轮搁那边扎着呢。啊。烟黑开的有点少，然后今儿个我又去买了30块钱的，一共这么多。呵呵，恁出去玩去吧，等会儿回来吃啊。我给你帮忙吧。那中干来，加我八一个。爸爸，来我爸爸，来到路上，爸爸跟我说。说，那你坐着看好不好？啊。呵呵，
就剩这针芯了，恁摘吧，我去摘点花椒叶子去啊。爸。哎。奶奶害怕奶奶进。害怕奶奶进呢？没有事，恁奶跟着赖牌的啊。啊。今儿个咱走俩味儿，走一个香辣的，走一个蒜蓉的。爸。关上门。关上门。嗯。中啊。我去摘花椒叶子去啊。摘草莓，怎么哪有草莓？咱家没种草莓，是摘花椒，是摘花椒叶子的，知道吧？啊，摘点这种叶子比较入味。爸，你这山够了吗？不够，再搁点吧。大红都可以捞出来了。先走麻辣味的吧。中了。辣的走一少半吧。中了，给孩儿们多走点不辣的。嗯。闻着都可香。闻出来了。嗯。麻辣的出锅了，柴火锅十块呀，十分钟都可以了。咦，喷香啊！开始吧，龙虾拌面。爸。哎。什么？吃饭吧。说的啥呀？不能再吃饭。叫恁姑姑也来吃饭。嗯。好，那李佳，你给玉柔打电话吧。中了。嗯，来尝尝，这看着都不错，是不？嗯。吃龙虾嘛，孩子，别吃面条。嗯，你吃这个不辣哈。这个假期也没带着恁去玩，等到放暑假再带恁。哎。这是开的，开的也有，买的也有。对，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俺去开的啊。是吧？嗯。孩、子，你要没戴个手套，瞅你手上的油。爸，这真好吃。好吃、啊。爸。哎。这个面条好吃。面条也好吃啊。爷，你别光吃面条，吃肉。嗯，对，弄点龙虾。嗯哼，好好好好。瑶瑶不敢吃辣的，都吃这边的蒜蓉的啊。